1963年盖好的哦，那这个第一月台哦，我们这一边是760轨距的阿里山森林铁路哦，然后我们的左边哦，我们前进的左边那个是台铁哦，台铁纵贯线是1067的轨距，两个轨距不一样哦，我们这个就是无车啊，哦，我们现在坐这个哦，而且我们登记火车手25号哦在后面哦，25号的登记火车手是谁？由他哦。